的 A 组嫦娥是可以揉丁果林 Junior， 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柚子煎猪排。柚子富含大量维他命 C， 果肉香甜又可以养颜美容。这道料理的重点在于煎猪排时油温的拿捏必须精准，而起锅时也可开大火将内衣的油逼出，猪排才会更香脆。令嫦娥也流口水的柚子煎猪排上菜喽！怕柚子猪排，我最怕那个肉跟水果在一起了。三分钟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，老师交战守则一下吧。好，其实哈林老师你不用担心，今天柚子不会跟肉在一起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它是一个寿司，而且柚子维他命 C 那么高，那么好的一个水果，难怪它都放在头上。直接赶快把猪排下锅来炸。哎，大家要记得热油锅哦。能吃吗？其实今天用的是小里脊，不拍肉都可以哦。老师你太慢讲了，老师你干得好，等人家拍完你才说。把店妹拍的肉拍的比较大片。哎，谁的猪排已经这么快下锅了？好不容易。嗯。对啊，油里的油还没有热，猪排就热哎。怎么煮菜啊？这会有什么危险，对不对？等会猪排一会会脱光光。油。不是要管你啊。是这个牵涉到这个我们吃油温不够，它那个淀粉衣会一直往外脱。老师，这道菜怎么样才算是我最好吃的？没有哎，不错不错。有点会试油温呐，这么厉害啊！哎，哇！哎，他怎么试？他怎么试？哦，又跟快哎，教一下教一下，我来学一下，怎么样那个油？有冒泡就是可以了，看到没？现在有冒哦，厉害！真的吗？老师，你看，你看，朱尼尔本来不会做菜，到我们这边多厉害！老师上次还有一招啊，他丢一个很小的那个馄饨皮菜。对啊，是。用什么筷子丢下去？更聪明，以柔是很正确的。对呀，丢面包粉，赶快。然后呢，面包粉怎样？因为我们今天炸猪排，最外层就是面包粉，他丢面包粉来测就对了。怎么样才是那个油温？就是看到它起泡，浮上来不会沉在底下。Julia 那是可以，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又不是炸筷子。对呀、啊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下去这个速度就对了。是吗？啊！专家就在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哎！一毛猪，一毛猪怎么了？一毛猪被烫伤了。我的颜色好漂亮哦！看起来好好吃，金黄色的，看看啊，真是的。哇塞！怎么那么漂亮？而且今天这道菜很特别，是柚子跟上 yogurt。哎呦！哎呦！老师炸了！哎，有人做好了。哇！能不能吃是回事，好不好？时间怎么还没到啊？怎么今天那么快啊？哦！看到没有？不提醒他都忘了倒数了。这聪明的柯以柔，快来试试他的柚子煎扁扁猪排。要跟柚子一起吃。有没有熟？有没有熟？好嫩哦！哇！你刚有点打得太厉害了，他都扁掉，完全没有肉了。被打扁了。猪排就是要薄薄的，然后外面脆脆的。不会啊，我去吃那个吉多家，他们的瘦肉都很厚，很好吃啊。那如果我也这么厉害，我也去开餐厅啦。哎，原来你不厉害，这么快就认输了。不好吃。不好吃。要不吗？我跟他奶油。Sorry。Sorry。Sorry， 不满意对不对？
不好意思呢，不好意思呢，没有没有味道，味道少了一点点。其实这小里肌肉拍了，它的组织就太散了。他以为要拍，对不对？原来这是不孝商人的做法。对，不孝商人做拍的吧。拍得很薄，但是我们时间很短啊，如果太厚怕炸不熟。寿司的咸味我觉得少一点。不但厚度像纸，吃起来也像纸哎。这没有，它嚼起来口感很好，但是没有味道，真是一个，真是很可惜哦。可惜可惜了。这块完全不听我令，它的猪排会是最美味的吗？请配柚子一起吃好吗？谢谢。完了，我跟巴老师又要说好吃了，这更好吃了。加多了一个味道，柚子味好重。哇，点头哎！它有酸酸的味道，而且炸的颜色很漂亮，不过有点过咸。おいしいですか？すごいトンカツです。トンカツ是什么？トンカツ杀猪排，好吃。而且它肉还有点嚼劲。老师，你要不要连柚子一起吃？老师就是怕吃柚子会过敏。哦，又出现中风的征兆啊！哇，阿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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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好，哎呦，我知道了，问题是过咸。老师怎么了？是啊，柚子。我觉得国林不是故意的，不过他因为不小心盐没拌匀，所以把猪排做得像咸鱼。是的。我擦个汗，我擦个汗。你说对了，老师，您一定不喜欢的，您淡口味。真的吗？所以前面那些说好吃的是怎么回事啊？全部吃完了耶！不是不是，你是腰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它前面那个三口哦，咬起来很顺口。对。可咬到后面那个咸味就慢慢慢慢就哇，开始舌头。这么喜欢的 Junior 吃过他的猪排也会一样的开心吗？哎，怎么是红色的？没有啦，不要乱讲话，你是破崽子啊！我真的很饿哎。哇，好好吃哦，是不是？我还是觉得很好吃。好气吗？吃掉怀念。哎，还喷东西出来。哎呦呦，好可怕的小兔子哦。好，最刁蛮的点头了。刁蛮。刁蛮是人，但是兔子要想换一个形容词。赞，它的厚度刚刚好，而且外面炸的颜色也很漂亮，而且很脆，很有咬劲，又很咸。配上柚子的话，带点酸味 ，very good。哎哎，那脸怎么？我一心呢？怎么喜怒哀乐全部上脸了？到底是怎样？感动到这种程度，真不可思议。又惊又喜，怎么搞的？太感动了，哭泣我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吃你的猪排哦。是怎样了？想到他的羽毛的。就那种塞车塞很久要去烤肉，没有？就一下车发现，哇，刚好一拖，刚好走，刚好站着人家的位置，就马上可以烤，不用再生火了那种感觉，就有赚到。太好吃的感觉。可是前面有塞车哦。嗯。对，所以前面的心情就有点等，在等。但是。可是一吃到后面，哇，越吃越好吃。谢谢。这个是最正确的，厚度、造型、所有的质感。鬼鬼，你是有回家偷练功夫是吧？开玩笑。嗯。优不优？优。优。优。哎，疯了，开心到发疯。极优。绝在哪里 ？A 加吗？对。你知道绝在哪里吗？我稍微把肉化一点点。化开。真的。回家了。老师不要最后一个出包啊，这样我好尴尬。可是这有一点点对老师来说是重口味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只比
丁同学的略不咸一点。啊，对，还是比较咸。我们平常人吃了就觉得 OK 的。对，嗯，好的，好。哦。今天老师你要看清楚哦。嗯。J 是这个，这个是不是 J？ 这是丁。你怕我再来回啊？对对对，我会选另外一个孩子。不要选另外一个。哪一盘是好吃的柚子肉？嫦娥是王丽人、李佩珍、陈志强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避风塘炒蟹。这是一道港式的海鲜料理，特色就是要又香又浓又重。料理的重点是必须将大蒜爆到脆香，但不能烧焦。炸螃蟹时则必须注意火候与时间，才能让蟹肉软嫩多汁。令人口齿留香的避风塘炒蟹上菜喽！这应该是香港的避风塘炒蟹吧？哦，来到咱们宝岛了，三分钟。哇，这个深深的蟹有一股海鲜的腥味哈。哦，这个腥味怎么办？很难做。其实还好哎，只要熟了就 OK 了。对，新鲜。好的。尤其吃螃蟹，秋天是最好的季节。所以没有加什么东西会去掉那个味道，不需要。不用不用不用。那一只兔子会做菜吗？嗯，兔子行不行啊？而且我都没有吃过螃蟹，因为螃蟹我会过敏。对啊，因为你是兔子。他理由特别多了。会咬兔子。螃蟹。那意思就是说你很会做胡萝卜喽？今天把它打死，然后要炒给大家吃。哦，哇！谁下锅了？谁下锅了？想一面下锅了。一面下锅了，要一面下锅了。哇！整个架势是个好妈妈。公妈妈来试一下油弯哦。哇！还吸葡的时候就可以下了。沾面衣哦，沾面粉的效果是因为它还不会爆到人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哎呀，我不 OK 啊，怎么办？什么行啊？里面都是膏，都是人，撒一撒面粉。哎呀，我的好漂亮啊！好漂亮没有用啊，是不是能不能吃啊？盖子里面这些膏人一定要留着哦，要用沾的压一压你。老师，什么时候螃蟹才会死掉？可以拿出来吃啦！哇，啊，已经死很久了。明天，明天。哦，怎么那么螃蟹变红了就熟了？东港人，东港最多昂锦螃蟹。往身体，往身体关。刚刚好，多好吃！要下去按一按。哇！按小心！按小心！掌声意外！哇啊！摄影师毁容了啦！哎呀哎呀，不要拍他了，太危险了，过来这边。你还有这样招揽生意的？来看一下，哇塞，好重哦！有没有？哇，颜色很漂亮。我先关掉。是一定要。所以它这个深海爆螃蟹汁做出来会不会有问题？来宾，你们要不要看一看啊？这个蛋人全部都还在耶，好漂亮。柚子强那个很可怕。我老觉得你在处理回锅油哎。什么好 man 啊？感觉他现在处理厨余，好不好？可是很难讲，有的时候卖相不好看，搞不好很好吃。我的锅铲呢？时间到。哎，我制作单位很奇怪，我怎么没有锅铲？摄影师毁容了啦！哎呀哎呀，不要拍他了，太危险了，过来这边。你还有这样招揽生意的？来看一下，哇塞，鸡好重哦！有没有？哇，颜色很漂亮。我先关掉。是一定要。所以它这个深海爆螃蟹汁做出来会不会有问题？来宾，你们要不要看一看啊？这个蛋人全部都还在耶，好漂亮。柚子强那个很可怕。我老觉得你在处理回锅油哎。什么好 man 啊？感觉他现在处理厨余，好不好？可是很难讲，有的时候卖相不好看，搞不好很好吃。走。我的锅铲呢？时间到。哎，制作单位很奇怪，我怎么没有锅铲？爆料螃蟹大爆炸的陈志强，他的螃蟹还能吃吗？被那只螃蟹给吸引住了。有加调味吗？
有。摇头。我觉得我这个还不错哎。哇，好多肉啊！哇。哇，那看起来很厉害，不晓得吃起来怎么样。很好吃。乖乖。有阿哥真好食。阿哥真好食。你那个口气是一副没想到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很意外。你哦。好食不？香港人做的哦。香港现任局长赖了李佩珍，他的炒蟹会做得到底吗？是我吃的口味太重，还是这真的没什么味道？真香还是假香？调味真的不够，太淡了。哎呦，中秋节行嘛，一定要有点香味的哦。螃蟹很新鲜，哎，异口同声。但是那个蟹肉有烧焦的味道。哦，老师不能吃就吐出来没关系。哎呀，因为我也知道太焦不好，可是我真的找不到锅铲。老师要吐了，快点。老师最近在本节目口歪眼斜的几率很大了。谢谢啊，我们回去再练。好。嗯，闻起来，你有闻过吗？没有哎。哇，好焦哦。我不怕焦了。全身很臭味大的味道。哇，分尸了。对。嗯，焦到碎开了。这个吃起来就跟它闻起来是一样的。这螃蟹的老令人，他能做出好吃的炒蟹吗？好不好吃？他眼睛张开了耶。第一次没有皱眉头的眼睛耶。出我意料之外，很难吃，对不对？它的咸味其实刚刚好，它的肉好嫩哦。荧光棒嫦娥怎么样？人家明明是摇头嫦娥，你们荧光棒嫦娥。荧光棒嫦娥。嫦娥，嫦娥味道有到，那个辣味有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刚好感冒。妞妞怎么样？原来你把你妈带来了。老师都是因为你有回家苦练了三个月。可是我拿荧光棒射你了，还可以赚了一台。啊！我要哭了。你哭啊！我哭。哪有哭啊？你的鼻涕吗？哎，志祥，我们先走好了啦，准备出拳。老师，怎么样？可以了。啊！太骄傲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他第一次说可以。放心啦，我会有下一次了。来，各位，选我，选我啦！好吃的这个螃蟹，大家觉得是哪一盘？3、2、1，有点难呢。王同学。这边没有兔子，没有王同学。下去的。刀怎么那么利啊？老师啊，你有一个指甲是我的。没关系，我还希望吃到你的手指呢。哎呦喂！三十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呢，厉害啊！轻松写意还可以载载歌载舞。当然了。你那里以后以后没用没用的破家，摔死我！哎哎，人家用过这招的。即将上菜，养生料理可是海陆。今天的美味主审太极方老师，首先来下厨的 A 组同学是刘哲英、景文、方俊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香菌牛肉。菇菌类所产生的天然抗生素有降血压及预防癌症的效用，而料理的重点是牛肉不能煮太久，避免影响口感，菇类则不能过水才能留住香气，起锅前再薄薄勾芡，让你吃了还想再吃的香菌牛肉上菜。好了，怎么养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海陆先上场的就是鹿，对不对？
是不是？好，三分钟开始。这个什么牛肉跟菇，加油，菌菇哦，千万不要让我们吃了。所以我们的养生部分是菌菇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有没有交战守则？好，今天是快炒。哇，你这个书等一下再慢慢介绍。快炒哎，大家好，快炒对不对？菌菇好好吃。快炒火要大一点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可是牛肉要嫩。快炒火要大，牛肉要嫩。这刀怎么那么利啊？老师，如果这个不要，你还嫌刀利啊？不是，我刚。哎，如果你吃到我里面有一个指甲，是我。没关系，我还希望吃到你的手指呢。这道菜我的炒是一流的，好恶心啊！这边有人说他对于这道菜是专家，是啊，因为我是乡下小孩啊，从小生长在乡下，对牛的习性很熟，对牛的习性很熟，对对对。那我跟你讲，牛几点起床了？有没热？有没热？有没热？别下锅！注意注意，我先要热，牛肉下锅才会老了。哎呦，可以炸，很厉害哎，这一招很多人都会耶，都学我的。谁在怕？谁在怕？会不会做菜啊？啊，全部加进去了。怎么会不会太多啊？哇！妈，先骂我。来，你跟我讲你妈电话，我叫她来。来不及了。都要老了。用锅铲，用锅铲，用锅铲。轮椅的牛肉老了。救命啊！我的肉，哎呦，太老。哎，你看。方大哥哦，这个男生哦，真的是哦，做厨师的材料。你知道有一种工具叫锅铲吗？哎，同学，你知道锅铲是干嘛用的？因为他们家都是炸那个，你看，叫他拿锅铲，他拿菜刀。哇，他等下拿锅铲切菜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好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OK 的。你一副不会做那个样子，还那么啰里啰嗦。OK。哎，方大哥好嘞，啊，好厉害，厉害没谢瓜，拜托大一点，拜托你好大点，谁的火要大一点？一号一号火大点，一号火大点，过多久了？这时候看出谁是新好男人，我的妈哎，没有肉不能太熟啊，肉不能太熟，可是也不能太深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还会再炒一遍，看我的厉害啊。没香菇，没香菇。好了好了，要拌。然后放爆虾。哇！哎。哎呦喂！三十三十两。我觉得我们大道歌王在煮菜，唱个歌，唱个歌。逃不到。哎，怎么搞？他学的林冲先生怎么学的像那个叶启田呢 ？OK 的。来，加点水啊。强加水啦！哎，好，别打气，我们的菜我不敢吃了啦。我真的不敢吃，是刘姨。真的吗？我的妈呀，你看好香哦！好油好油。我的妈呀，乱搞！加一点点米酒。哎哎，我们还是等一下叫他妈妈来好。米酒。好。啊，好吃啊！你说了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同学们，锅子要烧起来了。加点，锅子要烧起来了。加点些材料。OK， 再来。要讲谁啊？一号同学，一号同学，老师有话交代。OK。你还有？没用了，没用了，他听不进去。感觉好油啊！哎，好油加一点。哎呦。OK。看一下你在忙什么。你给我滚回来！你滚的比较漂亮哎。我好了。哇，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呢。厉害啊！轻松写意还可以带载歌载舞。开玩笑。两个锅啊。哎。哎。看起来不错，这个也 OK 啦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三个人做菜落差太大了。哎，你油没有倒出来呀？我们九、猪八。妈呀！油要倒出来哎！时间到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今天是大学生跟小学生在比赛。真的很厉害呢，厉害啊！轻松写意还可以带载歌载舞，开玩笑。两个锅啊！哎哎，看起来不错，这个也 OK 啦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三个人做菜落差太大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到？
出来呀、啊！我们不是猪猪吗？哎呀，油要倒出来哎！时间到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今天是大学生跟小学生在比赛。一直叫妈妈的刘正英，他的料理很让人害怕哎。有点大口，嗯，你是第五啥？哦，李一桐，李一桐，又不是鱼，怎么会有刺？还有刺哦，那好像好没礼貌，还吐一口口水。是因为很油，然后它的那个牛肉啊，真的是很像那种牛肉干的感觉。太干了，有熟吗？有熟吗？熟，但是腥味很重。他是餐饮科毕业的，我的妈哎！大口一点！哇塞！哎呦！他还在发抖，你们。天哪，你很像林瑞阳哦，好厉害！要不要李一桐？李一桐，来吧！好惨！你好惨哦！六七几年，不是，真的太油，而且它的油腻感到我吐到之后还一直在嘴巴里。哎呦，不啰嗦，好慢 ，yogurt， 什么 yogurt？ 要不要李一桐来？我跟你讲啊，林志炫同学不会乱做效果的哦。对，没错。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吐？其实我妈说我最好养，我吃东西已经最不挑了，不挑食。可是这一盘怎么样？无可奉告。哎呦呦呦！大口一点，老师。哎，留级的同学还说你太大口了，他也不愿意啊。老师应该是最挑的了。好了，有点心的耶。哇，哎，老师你那个脸抖的也跟林瑞阳很像哎。因为那个牛肉老的像菜龟宝。哎呦。然后那个菇呢？我怎么煮的、啊？那个菇像吸油的海绵。哎，菇还不错，可是很水，很哎呀，有点有点像一种稀饭的感觉。你看到美女就这样，人家都用礼仪桶，你就自求多福吧，我告诉你。准备嫁人的，请问他的料理，大家鉴定一下吧。哎，不可能要李一桐，为什么要水呢？我想吐个人。李一桐，赶快啦！怎么可能？没有礼貌你，没礼貌，过去。你才没礼貌嘞，不可能啊。哎，会长，你是不是乱做效果？你卡掉音呢，老李。仙姑看得出来。干嘛？怎么可能啦？太老了啦！太老了啦！你这个好牛肉好辛苦你呀啦！而且呢，你这个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它这一道菜，乱七八糟。大口一点哦、喔，一定要吞下去，吞下去。那蛮帅的，帅呀，很帅哎。没有说他长得是不是像西城秀树？哎，你结婚了吗？哦，西城秀树。你怎么突然口齿不清？西城秀树他是小一号，小一号西城，要不要吐？要不要吐？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啊！说老实话哦，李一桐，来恰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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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错盘了啦！哎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啦，你这种东西根本不应该给人吃的。那给什么吃的？猪。应该也是油太多了，太油了，然后造成它的肉啊，那个筋都粘在一起。哎呦，哎呦，它真的不挑食哎，真的不挑哎，不是啊，饿了，我勉强接受。好，哎呦，老师说的大口大口，老师，我觉得你真的好漂亮，不要影响老师的心情。没有，要评审公正性。对。嫁人结婚了，又来了，老师，人家一夸你就这样子。不是，我真的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咸。香，刚刚好。哎，绝对好吃的啦！真的啊，平常都我做菜给我婆婆吃哎。这个比较油啊，真的呀。可是没那么水，你都做菜给你婆婆吃啊？对啊。你婆婆好可怜哦。做菜还能载歌载舞的方俊，他的香俊牛肉吃吃看。哇！
好像一只蜥蜴哦。哎，他眼睛突然睁大了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味道比较不油，哦，又香。这爆的很熟了，才一下子炒的。俊拔，如果你那不油，你要感谢我，因为我刚刚弄了一下，你水倒的。哎，真的啊？真的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眼睛突然睁大，真的。怎么样？好，味道淡淡的啊，跟我爸同一级。哦，专家要讲话了，专家。水多了一点点，不过我没想到俊拔这么会做饭。哎，啊，果然是老的辣。嗯，不要看人家年纪大，哎，是有靠经验的哦。菇多好吃啊！真的，真的不骗你。对，好吃的给我拿一盘。不要拍照，给你。收到这等分。接着来做菜的 B 组同学是唐家豪、林志炫、王彩华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蒜泥鲜蚵。鹅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锌，不仅能养颜美容，还有壮阳的功效。而料理的重点是鹅啊一定要煮熟，才不会有腥味。酱汁调制时则需先试味道，才能避免太咸而无法挽救，让你健康有活力的蒜泥鲜蚵上菜喽！吃完陆地了，海鲜要上场了，鲜蚵三分钟起开始。好，这边有那会长，还有一个餐饮学校林志炫，我看你就不要指望他了，会不会做林志炫？你这些同学会不会做菜？啊，没做过。摄影师，你要过来啊！干嘛叫人家过来？你有什么事找摄影师吗？专师。哎哎，人家用过这一招。看他们大部分之后，他们都你声音又不会发抖，要专师专师。哎，没有东西可以啊。倒下去，全部倒下去。我没得。哦，对。但是我是有天分的，人客啊。好像杀猪。你家里会不会好的扩家啦？没用没用的扩家啦！你是没懂，还是没有做菜？你是卖海鲜碗？切到手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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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良心！我的妈呀！你餐饮学院的点点在做菜哦。哦，我都不出声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出声就训掉了。哎哎，训掉了。就这样，对他出声很简单哎。我的妈呀，这么简单的东西可以煮成这样。我是这个牛肉跟这个鹅啊，哪一个？这道简单。这道简单。可是我看着志炫做，我觉得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这志炫光跟这捞个鹅啊，捞了十八次。我的妈，不如吃生的算了。九，坏心子。担心做料理的林志炫，他的鹅啊，你敢吃吗？林志炫，他的鹅啊，你敢吃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哇塞！好脏啊！脏哦！他是喷出来了还是没喷出来？哎呦，我都不太敢吃。志炫，你不挑食，可是你不能让别人要替帮别人挑一下。对啊，不挑食，结果做的也不挑哈。加油！刘吉吉。哇，新同学大门牙蛮大的哦。好吃吗？哎呀，新同学应该不是在做效果吧？有这么难吃哦？哎，那个鹅啊吐出来，最久是吐出来的，味道就是咬到那种葱的那个心，就是葱有一种那种菜的味道。葱很好吃哎，葱本来就有菜的味道，没有是那种。喜欢吃，对，就是那种哦，没有了，喜欢吃，加油，哎，
你还把那东西留在外面干嘛？哎呀！咬了吗？哎呦！你吐的才恶心，还喷到人家衣服上，知不知道？还留在嘴巴，你还带便当？你要带给秀琴吃啊？不好意思，不是你要先吃苦就对了。假扣动作的假爆。可是你经常吃，因为你看来肠胃很好。我都不太敢吃了。那是你吃的摇头丸呐？无法忍受。哇，人家都拍假。哎，哈里，你干脆吃葱就好了。哇！我本来想吞下去算了。好，来，黄色，黄色。蔡科毕业的唐家豪，他的鹅啊会让人失望吗？你吃吃啦，讨厌海鲜就忍耐一下，没办法，我们是海鲜嘛。哇，压力很大。可以接受。好。看起来卖相。加油！你不要这样子，公正公正，别人刚吐了你的，然后就，对。那颗吃起来就是好像深深的。你看，你看。哎呦哎呦，要吐了，要吐，去去去去去！哎，哈哈哈哈，成功！我真的觉得我，你没有更小的啦，这个最小的，还没咬，哇，他还没咬哎，没有咬一口啊，我觉得好恶心。他比我还不诚恳，哎，还呸！哎呦，是真的吃，哎，这很不公平哎。哎，干嘛不公平？我喉咙不好不可以啊？很重，真的。有大家没有污染你，真的，真的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啊！大家没有污染你，靠近，口感反而靠近啊！吐哦，我吃的是最小颗的，哇，那口感简直是差到一种地步了，因为比第一个还要更，好像咬破一个什么东西的脑浆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信心十足的王彩花，她的鹅啊胜算很大哦。口的吃 OK 了，我的是赞的，我觉得鹅啊绝对有熟，清爽可口，头啊不会太深，也不会太熟，大口一定好吃。哎，那什么怪表情？有问题？香香啊，婶婶，你要结婚了嘛？那一天我会包蛮大包的。里面是两百，我觉得它调的味道刚刚好。不会太咸，对，因为我后来又加一点那个鹅啊水，可以接受。哎呦，老师，你干嘛拼命啊？不必那么样配合，一定要买老师的书哦。总算见到佳作了，佳作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个很好吃 ，OK 啊。偷吃一个，好细啊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配葱的关系，没有那么恶心哎。就是可以下咽 ，OK 了，可以下咽，这样还不错。好啦，这个好吃的蚵仔，蚵仔可以重追啊！有人想要重追就重追啊！哪一个很好吃的蚵仔？你看，像我们这么怕的人，可以把那个蚵仔吃下去，不容易。哎呦，哇，仙姑，我觉得都不好吃，都不好吃啊。哇，你看机车啊，哎，懂了吧？他结婚，你知道红包不用乱送。如果真的要挑的话，彩华。王彩华的幽默，check it out。隋唐，你做菜太性感了啦！我要是他老公，我每天都在家了，不出门的啦。金光表演特技，金光表演特技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一次。哇！你看，加加加！即将上菜，号真的是山珍海味上菜。今天的美味主审是柯俊年师傅。首先来下厨的 A 组同学是金刚、诺诺、莎莎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杏鲍菇鸡丁。杏鲍菇扎实饱满的口感与淡淡的杏仁味，搭配软嫩的鸡肉时，更能带出自然的鲜甜与清新的滋味。而料理的重点在于炒鸡肉时，锅子一定要够热，才能避免粘锅。此外，保有菇的香味与脆脆的口感才是最赞的哟。不管怎么样，能够做的有野味儿就厉害了。三分钟，开始。蛋炒饭。加油怎么炒才好看？蛋炒饭要怎么炒才好看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哎呦，莎莎有一种杀气。有哈，我觉得我可以加入好。乱切的感觉。说到主菜呢，
对不对？啊，煮菜就是我的强项啊。好了，好的，会修多。真的真的。会修多啊，阿金的本家降温啊。听说煮菜是金刚的强项。对。会煮鸡汤。我会煮鸡汤。金刚哦，金刚上次煮的东西大家不是都退掉了吗？对呀。真的，就那一次而已啦。有一个型男主厨出现了。您说哪一位啊？哎，那个最近减肥十几公斤那个。啊。型男。有模有样。伸手，伸手。哦，这个型男不错哦，不缓不急的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妹妹，没有长处啊，做菜也是紧张兮兮的。好香哦，我都想喂了。老师，你是一直在赞叹那个 NONO 先生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他跟之前不大一样哦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金刚，金刚表演特技，金刚表演特技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莎莎说她也会，不要拍她，不要拍她。好，来来来，来了。有没有？莎莎。九。这个吧。时间到。好像看起来还行。是来这边比赛都第一名。好吃吗？哇，哎，人间美味。哇，真的。没有干冰哦，你不用担心哦，好正，好正，哇塞，他用这个形容词，你喜欢吗？很正。以后每天可以去你家煮给你吃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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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空有空去你家煮给你吃。哦，好正。老板娘，餐厅的老板娘，真的吗？挑了，对啊，老板娘，挑不挑食？挑不挑食？以前呐，现在没有了。真的好吃，真的会越来越好，大家准备好了。哎呦，好吃到这地步。哎，今年要中我奖。今年哦，哎呦，你搞他了，你不会后悔。他那个菇里面那个。吃很饱满，对 ，OK。Hi, my brother。没办法，厨界的型男哦。冒上下厨的莎莎，她的料理有好吃的可能吗？好不好吃？长得漂亮又会煮饭就是我了。何必？要你一桶吗？不用吧，好吃，好吃。你要忍耐哦。其实不是糯糯煮的好吃，是它的食材新鲜，杏鲍菇再咬下去每个都一样。你觉得好吃？咬下去也是。隋唐演义。漂亮了，比我还漂亮一百倍。人家本来就比你漂亮。对啊，你们讲那个干嘛？讲废话。好了，你干嘛？可以吐出来没关系。好吃。哎，这很可怜，说一句话被大家围攻。应该不用恐惧，这很好吃。你想吃啊？那我的份给你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分辨出还不错吃，但是OK， 但是听一下，有 BUT 的哦，有一点点咸了一点点，过时，想说配白饭刚刚好，现在没有饭啊，一直说谎，好假，柯大师，鸡肉有点过头，但是还可以接受，那味道呢，比 NONO 重一点。并不是说不好，可以。以你这么年轻的女生来讲，这样的话是 OK。但是我心目中还是 NONO。哎呦呀！好吃。哎，离一桶很近哦。噔噔，可以跳舞哎。好吃。过咸，过咸，对，过咸。然后鸡肉就稍微过火了一点。哦，我会够嫩，太老了。爱手段的金刚，希望他的料理大家吃得下去。嘿，嘿 ，B 哥 ，B 哥 ，B 哥，嘿，嘿，没味道，多厉害！要吐了，要吐了，要吐了！我
不敢吃了。那个青蛙或者癞蛤蟆身上不是有一层粘稠的感觉吗？就像在吃那个粘稠的感觉。谁敢吃啊？口感很恶心，腥味啊。过去，他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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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吐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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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吞，来，后面来，谁躺？你的左右后方，快点吐出来，快点。谁躺？真的，真的，吐了会喷干冰哦。吓人一样。他真的吐出来。我真的很不挑的人呢。哎，那吐掉不要浪费啊，有点麻烦。我怎么觉得没有熟？对，就是深深的感觉。老师，如果这些东西你以后做餐厅会更成功。我有做哦，哇！哎呦，对不起，菇菇没有熟，菇没熟，我们都下的，怎么菇没熟？那可不可以吃？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可以吗？哇！哦，下面再进。哦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我只要玩音了，行动。你在下面熬个汤嘛，然后没有去减少那个腥味啊，所以那鬼把叫臭臭的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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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要回家回家？你乱加什么东西啊？是有熟啦，但是问题是他那个爆香的动作没有做到完整。他虽然那边耍帅耍到can 从这里也耍帅。哦，离桶很近。好，吐。阿林哥。臭的，腥味有。对，那个。干嘛这么饿啊？菇真的，那菇咬起来很奇怪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冷冷不凉凉深深的感觉，有的有熟，有的没熟。这个，好，哎，加油！好好反省一下，以为自己拿过冠军呢。你看看你，你看看哪一盘？哎，鸡肉，是你好吃的鸡肉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你这个垃圾沙沙，你这个笨蛋，人家是把妹，你还跟人家握手，还没有电话对不对？好 ，NONO 得分，耶！